海景底喷系统，90千克高压水，可有效清除车辆车轮、车身两侧底部及底盘磨砂。免擦拭泡沫喷洒系统，可有效活化污垢，发行高泡泡沫，对车体进行全覆盖，进一步清除车体脏污。顶部发行升降高压水，可沿车顶流线自动升降，并保持一定的倾斜度，使高压水冲进门内加倍提升，冲洗干净彻底。两侧高压水由摆臂实现，在清洗车身两侧时，摆臂由机体行走带动，只在清洗车头车尾时，机体停留，摆臂横向移动，对车头车尾实现摆动式冲洗。这种移动方式既避开了摆臂转弯时强水雾的干扰，又可以实现全包容式清洗，将摆臂与往复式的工序整合利用，充分体现创新设计灵感。胎刷自动定位，对轮胎、轮毂实现深入式精准定位清洗，跟层式高压水旋转喷洗，清洗到位，效果出色。防型水蜡喷洒系统，液体水蜡有效防护车漆的同时，可使车表水分形成水柱，在随后启动的吹风程序中更容易吹干，不留痕迹，达到高亮的清洗效果。防型升降顶吹风，三角光电加感应环，安全双重防护。空气动力学原理加国际领先技术，形成风力墙效应，吹干效果可达80%以上。惊喜的效果，简约的流程，匠心藏于细微处可见，智能在运行中彰显。日森往复式双摆臂无接触洗车机，智能科技为您服务。